祭公回乡，是予人最爱提起谈论的人物之一。伊无亲像一般的回乡，会安静的打坐念佛。伊总是衫裤破破烂烂，披头散发，脚穿着一双破钉鞋，规工走来走去。伊无禁忌食草，介意啉酒食肉，规工笑笑颠颠的，所以大家叫伊祭奠，也有人叫伊小和尚。其实伊毋但无笑无颠，也阁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。伊不为家己求安乐，四界宣扬佛法，济贫扶弱，打劫不法，是一位学问渊博、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。高僧行义，不朽传奇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高僧传奇。咪伫咧床下骹的陈良，紧张甲毋知影要安怎，出去嘛毋对，毋出去嘛毋对。伊对门窗底旁甲看出去，是一个查某人的脚，有当时啊有几片饼油啊落落来。原来这个查某人伫咧房间食饼，那呢，伊要食偌久咧？陈亮已经规身躯汗了，一来是门窗底太湿了，二来是伊实在太紧张了。也过伫咧街仔路乱乱踅的济公，意外撞到了老朋友苏北山，两人就小酌去到客栈饮酒，谈论起往事。正当开讲甲真欢喜的时阵，一位老大人气噗噗地走进来，提起拐啊就为苏北山的身躯爬落去。苏北山，我甲你拼了，欠你钱，这是我甲你的代志。你是安怎派人掠走我的查某囝？今仔日我就甲你袂煞哩。苏北山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，伊讲：“老大人啊，你敢是误会了？我无啊，要阁讲无。伫咧大街路上，大家拢有看到。”讲完，提起拐啊，又阁是一阵乱挥乱拍。苏北山正味倒闪，一直发冤枉，济公看甲也糊涂了。奇怪了，一个讲大家拢有看到，一个却发冤枉。我看其中应该有误会。老大人，你先卖怕，我来查一下清楚。讲完，捡着苏北山就往厝里行，行，咱回来厝里，将抓人的那个人捡出来。回去到苏家，苏北山马上将厝里所有的人叫出来，全部排成一列。老大人看到其中一名合作苏浩的家丁，马上记着伊讲：“就是伊，就是伊啦。”苏北山问讲：“老大人，你有看清楚吼？”“对，就是这个人。”第一路真侪人拢有看到，苏浩看到代志瞒袂掉了，马上跪落去向苏北山求饶。苏北山拄则才为外口回来，伊根本毋知影苏浩做了啥物代志。济公小按来一个讲：“安尼啦，我来问一下。”看了四周围，伊记着一个房间，讲：“咱到房间里来讲，
整个人往房间里走，觅在床下脚的陈良，看到房间里的女子，突然往外口走，听这个声音，好像又过来了几落个人。济公无言无故的讲：“来阿妹，约会。”苏北山非常疑问地问讲：“师傅，约会是什么人？”陈良一个听，是师傅的声音，但是外口也阁有其他的人伫咧，伊唔敢出来呀。即阵出现，大家一定会将伊当作贼。陈良伫咧床下骹，安静的连喘气都唔敢大声。济公问苏福公：“我问你，当头白日的，你竟然敢伫咧大路抢夺女子？”苏福惊甲马上跪落来，一直讲：“是的，我唔对了，我唔对了。”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？原来老人是欠了苏北山真济钱，无唔对。这个苏福为了求表现，就自作主张，带了几个朋友去讨笑。老人无钱通行，所以伊就将人的查某囝甲绑转来了。苏北山听了真生气，马上叫人将女子带来，和老人带倒转去处理，也阁回失礼讲。予你着惊咯，欠的钱也毋免还咯。觅伫咧床下骹的陈良，对代志的经过听甲一清二楚。这个时阵，伊才知影讲家己毋对咯，无查清楚代志，就冲动的走到苏家来闹事，边家家己即阵进退两难，处境真危急。济公有意无意地说：“真是糊涂啊，事情不分清楚就来闹事，我看你的胆未小哦，你知影不对吼？”苏福一直说：“是是，师父驾驶了对，我知影不对了。”济公会到开心，轻松地说：“不是伫咧讲你。”陈良心内想讲，敢讲师父是讲予我听的，心内才拄安尼想。济公就讲，当然是讲予你听的，那无我敢讲予鬼听的。陈良真正是惊着了，伊佩服济公的料事如神。这个时阵，伊想要出去认错。却听到苏北山讲：“师父，你伫咧骗什么呢？”原来济公想讲，陈良既然伫咧眠床下骹，那呢就甲伊算一个啊。伊故意用骗倒平骗一个，又搁到正平骗一个，然后对苏北山讲：“我骗到伫咧这个房间内。”有一种插头插脑的味哦。苏北山真紧张地说：“你是说有插仔走进来？在哪里啊？”“就在咧床下骹。”陈良知影即阵唔出来是袂用你咯。伊见笑的为眠床下底温温啊爬出来，看到这个景象，苏北山大声地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济公也唔到解释，只是会着开心，真得意的伫咧笑。师父，我知影唔对了。好啊，刷刷去咯。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知影唔对就好。你是要对我当去灵温室呢？陈良着急的讲：“当然，当然。”我对你回去灵魂时，济公将这件代志甲苏北山解释了一遍，
就带着丹亮离开了苏家，两个人回去到灵云寺。济公召集了全寺的和尚，甲大家宣布伊收丹亮做徒弟代志。迄天了后，丹亮就规工对着济公，但是济公毋是伫咧灵云寺上经拜佛啊。济公是规工伫咧外口，这食那食的。丹亮只好将身上会当摕去当的物件，全部拢摕来应付济公的开销。这一天，丹亮无对济公出门，因为伊身上值钱的物件拢断了了了。伊非常懊恼的伫咧寺院里行来行去。公良和尚看了后，加善好意的对伊讲：“啊，多谢你，伊是一个小的，你哪会拜伊做师父呢？你也是趁早走啦，免得最后家己什么也无了，也阁变成甲伊同款，是一个小的。”丹良看到家己身上真正什么拢无了。公良回想讲了着，也是趁早走啊。所以无向济公告辞，丹良就离开了灵云寺。佛教历代高僧一生默默修行，不求闻达四方。经典不朽高僧传奇节目播出之后，受到观众广大的回响，感谢您无私的爱心，让高僧传奇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护持电视节目制作，话拨账号4227-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丹亮离开灵云寺了后，无人帮济公打理食的、饮的物件了。济公只好家己去洗鸡啊了。这一天，济公正要入去酒馆饮酒的时阵，突然去予两个人砸落来。圣僧啊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找我什么代志呢？我号做王平，伊是王安，阮是临安太守衙门的人。是安尼啦，太守的老母目睭突然看袂到啊，名医李怀春来看过，讲无办法。不过伊大力推荐恁，所以太守叫阮来请恁去为伊的老母医治目睭。是啦，圣僧，恁对阮转去吧。就安尼，济公去了太守因厝，见了太守，才知影因老母无伫咧临安，即阵住伫咧昆山老厝。既然答应了，只会当好事做到底。行一撮昆山路，未出发进前，太守付了王安甲王平300两的路费，并且吩咐两人伫咧路里好好啊照顾济公。才拄正出门，王安就欢喜又搁激动的对王平讲：“这撮任务真正足爽的呀，300两银。”咱来回结果开50两。王平对你笑了，伊算算地讲，假使较欠你，开卖40两就用你了。足好诶，安尼剩落来，咱就一人一半甲对分咯。两个人哪行哪讲，哪讲哪笑，毋知影遮个话拢去互济公听着咯。济公哪行哪会亏心，心内足未爽的，决定要好好啊教训这两个贪心鬼。三个人行了一段真远的路，
来到一个小船庄，王平为了省钱，唔找客栈休困饮茶，想要甲人讨水饮。因来到一户人家门前，王平拄啊好要入去讨水的时阵，一阵悲惨的嚎叫声为厝内传出来，惊到王平赶紧往后壁退后。济公听到这个声音不平常，伊哭再一个算，原来是厝主的老母拄正死了，厝里散家无钱通好买棺材，查某囝因才会哭家这呢啊凄惨。济公想到颠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会当帮忙这家人。顺便也可以创在王平和王安。济公大生时看一个处境的景象，然后用惊吓的语气对王平说，哎呀，这实在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宝物啊。王平和王安差不多是当时问说，圣僧，你说什么宝物啊？济公心内想讲，这两个人果然真正贪心。伊身边的举着门前一块大石头讲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真是难得啊！圣僧，唔都是石头啊？我看未出来伊有啥物特别的啊？这种石头，太守处理真济啊。我讲恁真正唔捌货啊！这块大石头，人是为天顶掉落来，百年来伫遮吸收天地精华，会当讲是神奇的宝贝啊！王平问讲，迄一定真值钱吼？当然的咯，按照我看，价值万两不成问题。我甲恁讲啊，咱爱趁厝主还未发现这是宝贝之前，赶紧将伊买落来，然后搁再转一手卖掉，一定会当趁真济真济钱诶。去予济公安尼一个讲，王安甲王平心内非常诶介意，两人求着济公讲，圣僧，恁一定有办法诶。恁去说服厝主，将这个宝贝小小的卖给阮。济公露出为难的表情，伊讲：“都惊诶，人厝主唔肯卖啊。”圣僧，你都去试看卖咧啦。好啦，恁两个伫一家等我，就去厝内去讲看卖咧。济公要假做真欢喜的款式讲。等赚到钱了，恁两个人一人一半。我呢是一个出家人，用不着钱的。讲完，笑嘻嘻的往厝内底行。内底有人无？济公对着厝内底话，无外久，一位女子行出来。两蕊目睭还阁流着目屎，身上穿的衫裤无比济公较好甲倒伊去。济公记着门卡口迄粒大石头，问讲：恁家门口迄粒宝贝石头要卖无？女子被安尼一个问，硬气啊！这位和尚敢起笑啊？买门卡口的石头？济公突然提高了音量，故意要让门外王安和王平听到。济公说，我当然知道他是很贵重的宝贝，这样啦，你开一个价钱，假使说合理，我们就买下来了。女主没回答，因为他认为这位和尚是神经病。济公刷落去讲，不要紧，
你歹势讲，那呢，我来开一个计社好了。济公摕着开扇，伫咧头壳顶哭哭咧，伊讲：安尼啦，我看你也是老老实实的人，咱就交一个朋友，也莫出嫁咯。我300两银甲你买。讲完，又个故意歪头看了王安甲王平，对两个人笑一下，两个人也一直点头同意。啥款？要成交无？女主未出来到甲即阵，拢无讲过一句话，伊根本无将济公的话当作一回事。听到济公讲出这遮尔啊一大笔钱，伊搁较是惊甲硬去咯。伊实在唔敢相信，一粒石头竟然值遮尔啊侪钱。不过伊肯定的是，这位和尚一定是一个笑的。唔单女主回答，济公望着门外大声讲：“哎呀！”实在是真感谢你咯，愿意让爱啊，成交咯，成交咯，王安王平赶紧提钱过来啊！两个人伫咧外口等甲着急甲要死，一个听到成交咯，两个人敢那瞬间发财咯同款，欢喜甲莫咧一直笑。300两，这是要去昆山的路费啊！因全部拢用来买石头，女主收到钱，依然戆戆的徛伫咧原地。伊总是感觉家己还搁伫咧寒眠咧。济公细声的对女主讲：“赶紧去买棺材，安葬老大人。剩落来的钱，就留咧好好啊过日子。”讲完，外心就走了。即阵。伊要来创治一个啊，这两只贪心鬼咯。济公欢喜的对两人讲：“恭喜啊，这当讲是真珍贵的宝物啊。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要大声甲恁两个讲清楚，免得到时阵恁怪我。袂啦，圣僧恁讲，这粒石头为天顶落落来了后。”就一直定守伫个遮，无离开过地面。所以一旦摸起来了后，就袂呢搁再落地了。那是无，一珍贵的宝器就会散掉。到时阵，这道只是一粒普通的石头，恁明白无？明白是明白啦，只是袂用呢落地，那呢？要怎样搬走呢？是啦，圣僧，这粒石头应该有几百斤重吼。济公双手一个舔，笑笑啊讲：“嘿嘿嘿，迄道随在恁咯。”王平甲王安也唔知道应该要安怎，两人苦恼的在想办法，因会用什么方法？来搬走这粒大石头咧，咱下一集继续来讲。多谢您收看，再会。